哦哟，今天是福利特辑。提到说什么夏天就会想到什么阳光沙滩比基尼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都会想说，哦，为什么每次都是给那种男生看很开心的单元？但今天我们找到的全部都是海边帅哥，因为我们节目，因为我们节目毕竟是以女性出发点，所以谁要看女生穿比基尼？真的，要帅哥。阿喜平常是有在海边游动的人吗？当然啦。哎呦，哎呦，我除了深潜以外，其他的几乎也是都有玩耍过。你是凹豆的人？有稍微凹啊，但是我对帅哥有点那个脸盲症。对，因为你男朋友不是那个谁吗？吴尊，吴尊，是吴尊，吴尊，吴尊，我知道，我跟他那一样的朋友比较走比较近啦。哦，哎，所以吴尊怎么追到你啊？真的哎，哦，不是，对，就是大家说他品质很好这样。哪一方面的品质？各方面，各方面。结果你 check 过都很好，都打勾吗？还不错。哇！为什么变这样？还没出来是不是？还没。所以你即将要跟他亲热之前，然后慢慢逼近，你会不会一直看到他牙龈？因为有一些东西是靠太近的时候，你就会看不清楚。所以并不会有这种失焦吗？所以牙龈不是你们之间的隔阂。不会。那你这样还有心情看水男孩吗？当然，因为你的眼光很奇怪啊。我最近有在看眼科了。OK， 对对，我希望我可以赶快康复。雷射的部分，哎，但是其实今天在现场的，其实很多人都是真的在玩水的。比如说方婷，对，像我的话都是很喜欢去自由潜水，然后自由潜水很厉害哎，他是很猛的，他是可以噗一下就下去。我考到 A3， 然后我最深是潜到26米，然后是没有背那个气瓶的，没有气瓶的，因为水肺的话才是有气瓶嘛。那我是自由潜水的话，就是直接靠着蛙鞋，然后就直接下到最底，好厉害哦，对，很厉害。但是一开始其实也是因为那些网友嘛，就是在嘴炮我说，啊，你的姿势也太丑了吧，去上课一下好不好？然后我才去考试的，就没想到，就是那就考上了，就考上，对，就考过了。还有谁是很爱玩水？我超爱玩水的，因为我真的就是我爱滑水到我跟朋友一起在澎湖买了一艘滑水的船，最近。Oh my god！ 你说买船那个钱？对，没有，跟一起，我们就十个朋友一起去买了滑水的船。那你会特技吗？会翻啊什么？我现在还不会，但是最近有在练。所以是一定站得起来吗？因为它船会这样拖着你，你会先从蹲的站起来。你一开始真的会吃好多水哦，然后找到一个平衡点，你只要站起来一次之后，你后面全部都站得起来了。你看到男生在水里面那线条，然后太阳照射下来，哇，湿湿的啦，反光的，哇，好帅哦！可是总是会有胖子啊，也爱玩水啊。其实还是有，可是大部分真的有在玩这种滑水的，他们肌肉一定都会有线条，因为你手跟腹肌都要用力，核心所以对，真的真的厉害的人，他们其实怎么样？脸不帅，身体还是很帅。往下看一点点，怎么过分？往下看一点。沈瑞娜一定是没有在玩水，所以她就是来看帅哥的。这件事情非常的明显。我超怕水，就是我已经学游泳学很久，但是都怎么样学不会。因为小时候你连基本蛙式都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因为小时候就是国小的时候想要学游泳的时候，被那个教练用棒子毒打，然后他就是逼我。真的，国小我跟你讲，国小你软吧，软棒吧，是软还是硬的？当然是软的，怎么会拿硬的？教练只是很爱看综艺节目吧？像什么魔王吗？对，然后又没有办法呼吸，然后他一直逼我一定要潜到水里，然后我就还没准备好，他就是很生气又很凶，然后我就下去之后大呛到，然后从此以后超怕水，有阴影了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真的那个体育老师真的超坏的。不要担心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教练的话，今天搞不好现场就有哦。欢迎我们的第一位水男孩尤凯。哇！啊，一个，这种在面具这么好消遣，四个哈。尤凯要不要讲一下你的那个称号？有没有人给你过什么称号？要自己讲会不会很尴尬？不会，因为上面有写，你就讲吧。我讲，是什么？绿岛第一帅，因为我明天就是要去找他。哦，你认识他，超巧的，真的很巧，真的很巧，真的很巧。你是因为他帅才找他吗？对，没有啦，就是刚好朋友，然后他有在教潜水跟滑雪。你当绿岛第一帅已经当多久了？
要我从你一上去就已经变绿岛第一帅了。这可能是没有哇，魅力。可是我觉得只是一个，就是一个称号，比较热情的称号这样。热情的称号，所以有帅到那个跟你学那些潜水的女客人一直想要吃你豆腐吗？就是也不会到很明显，可能就会抓一下摸一下，因为做水相关的一定会多多少少，肢体碰触是难免的嘛。对对对对对，一定。好喽，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尤凯的绿岛第一帅哦，三二一，请拿。好尴尬，好尴尬。我跟你讲，他超会，他超会潜水，也超会滑雪哦。他滑雪是超有魅力，好像会滑。水上厉害的人，雪上也厉害，平衡感就很好。所以你是 snowboard 是不是？对 ，snowboard。哎呦，怎么办？深潜又没办法示范。你可以在现场示范你们那个下水的那个动作。躬身姿势，然后那边是船啊，然后你要跳下去。超会整个擦地板啊！对，你们都有潜过水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完全能理解我现在的想法。我但是观众不理解，我不是想站在椅子上，你要坐在那边，然后就是说我们要下去咯，然后你是以什么姿势下去？以什么姿？那我就那这边好，我尽量，我尽量，好，我试。要帅一点，要穿吗？要穿吗？看你啊，穿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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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衣服脱掉，衣服脱掉，脱衣服脱掉，穿好了，我觉得。穿好。对，最新可以脱掉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吧？他们在海里都脱掉吧？真的假的啦？哎，哇，哇，真的不好看。哇！有哎，有腹肌啊，对啊，有黑哎，有黑。那这个就太夹了。夹这里吗？夹到哪里？不是吧？好，太奇怪了吧？夹裤子，夹裤子。好，好，现在是为我们示范，就是在船上要入水的话，那个船上入水，我们可能只是假如说现在船上，就是因为长蛙通常都是下水后再穿，嗯，对对，所以就直接跳下船里面，嗯，直接跳就跳下去。对啊，如果你要躬身下潜的话，是另外一个方式，我等一下示范再一次尝试看。好，哇靠，好慢啊！可能就因为就是我现在是平趴在海面上这样，所以你现在是在海上了是不是？对，已经趴在海上，然后脚要很躬身下潜，这个是下潜前的一个动作。对对对，就是。好，那你等下怎么会下潜呢？没办法，他已经做成这样了。你要问他怎么下潜？鼻酸了，所以这样就下潜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还要做呼吸准备跟平压的方式。对，呼吸准备是哪一种？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呼吸，就是因为我们自由潜水只有一口气要下潜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吸到深呼吸。对，全呼教个叫全呼吸。你最擅长教的是什么样的课程？就是自由潜水，可是我是助教，我的合伙人是教练，然后我们会一起上课这样子。那合伙人也帅吗？很帅啊。很帅，这是绿岛第二帅。对，他应该第一啦，我不小心的。哎，不小心的，哪一个是合伙啊？哦，另外一个。可是这照片，白色 T 恤那位，白色是我，白色是他，对，橘色。可是这样看不清楚。真的，真的看不清楚。那你去那么大，如果去绿岛学的话，是也会有住宿跟吃东西吗？有有有有有，我们也对对对，野狼野狼是我们开的汉堡店，然后都你在，是你们做的，你们做的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做的。那你们可以陪客人吃饭吗？是我第一年的时候的照片。陪什么？陪客人吃饭。我可以穿起来了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你袜子也可以脱掉。穿一点。陪吃饭，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哇！哎，师姐，还是我们明天一起去。谢谢。啊，觉得你们有饭局，推掉了啦。你在那边待了多久了？我刚工作，今年第五年，就是在那边待了五年。对，工作第五年。你遇过最严重的那个女生吃你豆腐是什么情况？在酒吧，然后喝醉，她是直接就是这样，很夸张，就这样直接抱住，从后面抱住你，对对对，然后你在干嘛？就是大家在聊天，例如就像我们现在很开心，大家聊天，然后突然就一直这样，然后就笑笑笑，然后就放掉，然后过一下又换别人，然后又笑笑笑之类的。对，这我印象很深刻。是年轻人吗？年轻人，对对对。然后最后在一起？没有啦，没有，因为他就是在绿岛，就是也不能这样讲。哎，我要去。很容易太放松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晚上可能就因为在绿岛，就是没办法，我船只，假如说我船只到四点，那四点过后你就出不去了，啊，晚上你就没事啊，你就只能去酒吧或者是你自己在民宿喝酒，嗯之类的。对。所以你在绿岛应该做了很多事吧？小岛风情之类的，没有啦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。好想去哦，下礼拜。要去吗？要去吗？明天，明天。明天我可以哦。你在绿岛有小孩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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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哎，可是你像你在那边四五年，你有没有遇过什么真的觉得那次觉得好危险的状况过？那时候还是大学生，我打工换宿玩回来潜水，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还没有正式考证照学潜水这件事情，然后就去乱玩很深的地方，我真的是有一个专业名词叫 BO， 就 break out， 就是我已经失去意识了，我在海里失去意识啊？为什么？我自己的气量没有准备好，然后就下去，然后硬要下深度这样。那怎么办？要有朋友，所以很危险，就说要有潜伴，潜水一定要潜伴。然后我朋友就会看到我，赶快就是把我打醒，这样就把我救上来打醒。印象很深刻，这真的。如果我再久一点，先救上来再打。对对对对对，不能在海底打，因为我气，我可能会进水。在海底打，我可能会进水，进水更危险。哦，所以先把你拖上去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都有说。可是万一已经蛮深了呢？让立刻拖。对，通常都会在十米内左右发生这件事情。就我们上升的十米内左右，所以还是救得到。所以你有遇过你的那个学生这样子？有朋友，对，就是我跟我朋友一起打。对对，因为我们大概他下一两潜，我们就大概知道他能力在哪，我们就会特别注意他。对 ，OK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慢慢跟你聊。好，欢迎你哦，尤凯。谢谢。接下来要欢迎第二位水男孩 Theo。这一定要刺青吗，水男孩？哎呦，都比较爱好自由。好 ，Theo， 有没有什么厉害的称号跟大家讲一下？就是单纯都是玩水的，大家都水男孩都很帅啊，所以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说。你没有什么哪里的第一帅吗？比如说恒春第一，恒春可以吗？没有啦，恒春很多帅哥，恒春很多帅哥。所以你我们都遗传的祖先。恒春演不到第十七帅。十七，说对决牌。就等一下，我觉得恒春的基因都很好啦，大家都很帅。你至少排到前十名吧。好啦，有啦。你女客多不多？女客还蛮多的，真的。对他们就是很多都会。偷吃豆腐之类的，就不然摸一下，然后不然撞一下这样。你会生气吗？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对，习惯了。你几岁？我现在25岁。哦，小朋友。所以你教的是？有这个道具，大家猜一下。教的是射击。射鱼，射鱼也有，没有啦。射鱼就是打猎啊什么之类的。你这个就是一般的蛙镜吗？对对对，自潜的。哦，你也是自由潜水，教蛮多东西。但大致上会比较偏向于是游泳教练。有没有教桑巴？有跳舞了，但是没有跳这个。你有跳舞？对。跳什么？hip hop 什么之类的。你很酷耶！想看？好厉害！什么样子？你说带着跳舞？先拿掉。好，那我们要请你先拿掉面具喽。OK。3、2、1，请拿。哇！哇，阳光了啦！哎呦！来，先跳一段那个 hip hop。啊，跳！来了。我们这个百大 DJ， 你不要担心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可以不要随便 cue 自己吧？还是我 cue 到了？你 cue 到了，你 cue 到了。OK， 那要跳什么呢？都可以，你就 freestyle。哎，你在恒春喜欢跳什么？那要脱衣服吗？要脱衣服吗？可以啊。这感觉蛮壮的。后面比较脱一下，叶莲哥。脱，一边脱边。哎呦！Beyonce， 还不错，还可以。蔡依林的演唱会是每场都去？没有，还没去过。怎么可能？阿妹的有去吧？也没有，就是没有特别。你 IG 有没有关注我？有，我每天都会看你的。那你就是，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偶像，穿一下。
什么那么开心啊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那个男生，然后他非常喜欢 follow 帅哥的那个 IG， 可是他在 follow 他之前，他都会先检查那个帅哥有没有 follow 我，因为他说只要是 follow 的话，就代表他应该是那个好姐妹。想不到要来跳舞，对不对？对，完全没有。你本来想要呈现的帅是哪一种帅？在海上就好了啦，冲浪就好了，冲浪。哦，对，就没有太害羞了。那你有厉害到是可以就是放手然后做特技吗？浪板的。可以，我是玩短板的，但是没有到特别专业这样，没有像专业选手他们这样冲浪。那你最厉害的招式是什么？最厉害的招就是不在海上，不在哎。水上摩托车也可以啦，海上也可以啦，就是通常水上摩托车还能怎样？会飙浪啊。通常会就是有大浪来，我们就直接冲上去，然后直接飞，大概两层楼吧。哎，这个是你啊？哎，对，这是我。你会骑啊？我会骑，我有这个证照。哇，好屌哦！可是我记得小时候不是缴钱就可以去骑水上摩托车？以前是可以，但是现在的话已经不行，因为太多意外了。嗯，对，很多相撞啊。对啊，很多兄弟啊，就是会想说飙速。然后有可能就兄弟，为什么是兄弟才敢飙速？就是他们你说是绿岛的兄弟吗？对对对，就是会比较重要，对对对，啊他们都会来啦，向他劲啦，对对类似这样，然后最后就爆炸，是不是？有爆炸，有手直接喷出去的这样，好可怕。对啊，他们喷出去之后还很凶吗？他们通常就温柔很多了，哎，就是我的外去了，外去了，外到去了。对对对，有些是直接就躺在水面上完全不讲话那种，然后就开始这样很痛苦这样。但是也不敢那个，就是他们也不会说，也不敢呻吟，也不敢呻吟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安静，就是扶着自己的手这样，然后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渐渐逼哦，对，我们通常会马上。当兄弟有需要这么累吗？痛就痛嘛，干嘛要忍住啊？对对对。自尊啊，自尊，自尊。那你有没有遇过一些比较那个客人给你一些奇怪的要求，或是奇怪的要求？因为像他就有被从后面这样抱啊，或什么的。嘿嘿，像我们就是冲浪的话，就是有时候遇到那个，不是我们要推浪板吗？嗯，然后那个我们通常都会帮推后面，就是后面浪板。然后推他们，就是有些阿姨或姐姐就是说没关系，你就推我的屁股就好了，或者就是说你可以抓我的手吗？我会害怕这样。就是明明我们要推板子，他们说你抓我的手也可以推下去啊，这样。可是有些真的可能真的是害怕吧？有些确实有可能是害怕，但是他们就是笑容都很特别。笑？怎么笑？怎么笑我也不知道。比如说他趴在板子上，他是已经趴在板子上，他已经趴好在板子上。你看看可以示范给我们看吗？趴在板子上。你说，然后又做奇怪的笑容哦。趴，你说趴着吗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的客人是怎样？他们就是趴着嘛，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海里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他就说，那个弟弟，你可以摸一下我的手吗？拜托，这样。摸一下你的手。他们就是他们会傻笑，然后就是有些阿姨的那个眼神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你试试看。好，他们就是这样，就是有点类似那种勾引的状态这样。勾引你就对了，就是因为他们很自然啊。为什么一直在这里？因为我怕他踢到脚。那你有成功被勾引过吗？没有，还没有漂亮到勾引到你的。哎，多多少少有啦，就是很漂亮的。哎，到底有没有被勾引到吗？好了，有啦。然后就一夜情了嘛？没有一夜情，都就是朋友啊，交流这样。就变男女朋友？也朋友而已，没有到男女。好，对啊，谢谢你，欢迎你哦，谢谢。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，只要加入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。只是还有机会而已，还有机会而已，反正就有可能。哎，欢迎下一位水男孩 Ryan。哎呦，大家都有。卡住哦，对啊，自己的签名，因为你要脱衣服，一定要身上太空，感觉很寂寞。对 ，Ryan， 你最厉害的称号是什么？告诉大家，最厉害的称号，好像没有哎。你有没有什么比赛，什么冠军之类的？对啊，你讲哦，我可是不是潜水，是泰拳。泰拳冠军，来吧，泰拳代表你很多运动你都会啊。对，就是以前还在练泰拳的时候，潜水是一个我放松的。
管道。对，因为我弟弟刚好就是潜水教练，所以现在你那泰拳放弃了吗？没有，还是有在练，还是厉害是不是？还是没有到厉害，已经有疫情过后就没有比赛了。哦，那你之前比赛得到什么成绩？有拿过一次全国的冠军。哇，很强耶！那我们就请 Ryan 拿下面具了，三二一，请拿。你好，还是你男朋友哦？对，好帅耶！真的有点帅。帅的吴尊呢？哇，帅的吴尊。但是这是他女朋友，漂不漂亮？漂亮漂亮。谢谢，你也很帅。他便宜。选男孩，但是不一定要叫他们做关于雪的事情。是，那麻烦示范一下泰拳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就这样吗？衣服先脱，衣服，来喽，来喽，衣服太多了，有点卡，刷新了，好可怕哦，真的很可怕，很可怕。你说谁很可怕？感觉飞，哎，飞踢可以，轻松一点。要不要从我刚才没看到，你要不要把衣服脱掉？你怎么表演那么小？因为他一直在跟我聊天呢。我先把你们等下录完再聊啦。那既然不好意思啊，重新看到啊，你就把上衣脱掉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上衣脱掉，对对对。哦呦，哦呦，胸部好大哦。胸好大，会打招呼吗？会动吗？会跳吗？会跳吗？会跳吗？不会跳。哎，你这需要穿胸罩了吧？你要再表演一次，再表演，交给你了。我会认真的哦。嗯，好，来，帅一点，帅一点，踢高一点。哦，哦，哇！刚刚那个是那个吗？这是什么？膝盖攻击，洛克人的姿势哎。帅，就是用膝盖攻击人家的那个飞膝，对对对，这样算厉害吧？算厉害，帅不帅？蛮帅的，但有女朋友，我刚有注意到，我不敢乱得罪。所以你有多爱你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工作？我以为你说有女朋友，很喜欢，又聊到他水的事情啊。我们在聊泰拳，就是一个放松的感觉。哦，你也是自由潜水对不对？对，我其实做的算是像初阶的自由潜水。就是像尤凯他们是比较厉害，就是会完整一个 SOP。所谓的厉害是他们可以潜得比你更深，是不是？啊，一定的。哎呦，对，因为我做的是像秘境，就有点像是一个简单的地方，然后顶多可能就5米而已，有点像是完全不会玩水的客人。秘境就是说带我们去一些很漂亮的地方，对，就是像绿岛几个景点，然后让你们去拍照。哦，这好漂亮。这是蓝洞，对，这是潜下去，对，带客人。可是一定要自由潜水下去吗？你可以浮在上面啦。啊，好漂亮！哇，太漂亮！就是我们会绑一个绳子，你有看到中间有一个？对，那就是浮桥，我刚刚讲的浮桥。可是我不敢下去，一定要下去。我们会有方法教你。没关系，就是看你个人情况，你要不要下去？可是我以前有潜水过，然后我就会一直幻想说那个蛙镜进水。然后你知道什么面镜排水，然后什么那一切，我想说万一我在排水的时候不小心这样吸到一口水，我就，然后我就开始有很多恐慌，这就是恐慌潜水员。对，然后我在海底的时候，我老公就一直这样很自在这样说，然后一直这样跟我说，然后一直鼓励你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上去上去。上去，因为我已经恐慌到爆炸，已经想要上去了。对，你是说我觉得我要死掉了，然后我就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。他还可以，他还可以。哎，但这个恐慌起来好恐怖哦。吓死的，对。所以我们就看过很多学生，就是我们就会说，哎，你怕不怕水？啊，不怕，会不会游泳？会，一下海整个全部都忘记，就跟你刚表演的一样。那怎么办？如果他突然，所以我们就只能安抚他，因为我们都有带浮球，就让他抓着，安抚他，引导他呼吸。他就是如果呛到了呢？一开始就还好，我们不会一次就到很深，我们到很浅的地方先试。如果真的不行就折返，可是很少很少，我们还是会尽量的安抚跟，就让他去体验。对，基本的救援我们都 OK 的。所以你们这种情况看很多是不是？看很多，蛮多的。所以你们都有办法安抚这个人，对，就基本上你只要让他头离开水面，他就会暂时不紧，冷静下来，对，重新整理心情，对 ，OK， 好，欢迎你，谢谢。接下来欢迎下一位水男孩小静，哎，居然没刺青，不一样，好，好干净，这个好适合我，这个你喜欢没刺青的吗？不是，对，好，有救生衣，有救生衣啊。
感觉你是非常感觉很安全。对，跟你在一起应该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吧？哦，对啊，是可以放心，因为我通常出去玩，我除非我自己一个人的，带朋友的话，就是我会很有原则，就是至少一定要怎样的装备，我才会带他们去这样。哦，所以一定要有什么东西装备？如果是溯溪的话，一定要有救生衣跟头盔。嗯，然后再来是溯溪鞋。你为什么没有像其他那些水男孩一样，就是让自己脱掉衣服的时候，感觉有一些东西？可能因为家管严吧。哦，爸妈不准你吃，对对对，所以你是一个乖孩子。对对对，你几岁？22。哇，好啦，等一下让我们看一下干净的身体好不好？我们可不可以先看干净的脸？我们是谈话节目，我们先看脸。还是我等一下就脱衣服，然后我面具就戴着就好。哎，蛮特别的。我说我就衣服脱掉，然后面具就一直戴着就好。所以你是对脸没自信是不是？没啊，没有啦，也没有。你身材好吗？核心就有线条了。那就要。好，我们先让他拿下面具。请3、2、1，请拿。年轻啊，深邃五官，真的。你好。哎，那所以你说你的工作就是，对，就是溯溪跟独木舟。多久啦这个工作？哦，其实我从国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接触溯溪了。嗯，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亲戚他们有当业者，然后他们当业者的同时，然后就是因为我也想说多打点零工嘛。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刚接触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先从最基础的开始，就很像实习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爬一趟溪。然后就是要800块这样。哦，就是你带一趟就是800块。对，然后我要背20-30公斤的装备。天，是帮客人背吗？对，帮客人背，因为我们会帮客人不自己背。背水跟那个没有，因为客人他，因为溪的那种地形非常的起伏不定，所以客人自己在走路的时候其实很常会有危险，会跌倒或什么，就不像我们教练可以在上面行走自如这样。对对对。所以你现在还是要帮客人背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哎，那有遇过什么危险吗？独木舟听起来还好啊。独木舟其实很危险。真的吗？因为独木舟它是，因为说首先它大嘛，那它又很重，然后它主要是硬塑胶，那其实它危险的地方是在于上下岸的时候。那像有一次，就是因为我哥哥也是做这一行，我们两个都是常常打在一起，就是一起玩这样。然后有一次是那天车浪很大，他在带一个客人要上岸的时候，就一个超高的浪直接把他往石壁上面打。哇，很痛哎！浪就是这样打过来，然后石壁就在后面，然后他那个时候是被独木舟是在这边，他是抱着独木舟，然后这样被打下去的，而且会喷血吧？然后声音很大声。我那时候看到直接傻眼，我就直接冲过去。你是以为他可能会受重伤？对对对对对。可是他没事哦，他就游出来这样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我说我真的，我刚真的吓到，我说因为撞到。你有抱着他哭吗？说哥哥我爱你。哦，没有，没有。因为那个力道是绝对会，肯定会有身上会有地方是断掉。然后就后来问他是怎么样，然后他说他是撞上去的那一刻，他有离开船，然后往水里面潜这样子。反应太快了吧！对对对。独木舟我没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悠哉的运动，其实是非常可怕的。但浪小啦，浪小那当然都是，可是浪大的时候就真的需要去注意这些危险。所以你听他们讲那个什么自由潜水，你觉得你会想要尝试吗？哦，我自由潜水我有去考证照，你也有证照，深潜也有，对对对。但他们都是高手，我不敢，没有，我不敢比，我不敢。是要比，是要比说谁最深是不是？他有分等级，对，他有分等级，他有分等级，就是看你考到教练就可以教学。啊，一般证照就只是认证你有上过这个课程，还有完成这个标准。所以你的等级是什么？哦，我是助教，就是 IDA 系统的第四个等级。第四等级厉不厉害？我不知道。很多系统是厉害的，二，所以越多数字越厉害。对对对对，你是二，那我也是二，所以你是里面最厉害的。有可能，所以走他是对的啦。对啊，你看 EQ 越来越低哈。你是不是想说他没有表演一段，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办？我们现场是有防晒，我想看一下拖的那个，还是你帮他擦防晒？我擦。哦，因为他没有刺青才。我帮弟弟擦吗？对啊，你帮弟弟擦。女朋友应该不在吧？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有还敢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是有男朋友？怀疑哦。
有男朋友？没有。他有来吗？有在那边偷偷那个盯着我们看吗？没有，那是我学妹。哎呦，学妹是女朋友。阿喜也有学妹，学妹还是阿喜。学妹干嘛蹲下来帮你拍照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聊天，然后刚好聊到这件事情，然后他就有兴趣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喜欢你啊，刚好没有朋友。哦。你那些水上活动吗？还没。一来手上就有一个防晒，超奇怪的。没有，等等，你有过来练？你有摸他的身体吗？没有，今天是第一次。你好好享受。你好可怕，好可爱哦。就差不多，就摸下去了。来了啦！不是胸口，胸口。他说不是。我很冰的，哎呀，这就是恋爱的滋味，什么冰冰的吗？那你今天要不要就干脆就答应学妹的？在一起的那个愿望，你喜欢他多久了？被他先主观，哦，他先主观，哎，所以你先喜欢他了，对啊对啊，那你这边做什么人设？我先认识他，我先认识他。对。所以是他根本就是他暗恋你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是。然后你一直还没答应。对，他没答应。对，没错。你为什么不答应？因为他快毕业了，他已经毕业了，那时候快毕业，然后我才大一，对。嗯。因为我会回宜兰呐，然后我们到时候会是远距，然后他我们还在思索这个问题。可以啦，因为其实我今天虽然说近啦，对，虽然宜兰其实算近，但其实我是住宜兰很南端，就快到花莲了。哦，手不要停啊，手不要停啊。所以你会在意距离的问题是不是？嗯，对。好啦，希望你们好好思考你们的未来。谢谢你，我觉得你们还蛮配的。对啊，可爱，很可爱。好，谢谢，来，谢谢。接下来要欢迎下一位水男孩钟钟。好高的哦，感觉根本是篮球员，没有刺青哎，他拿一支东西哎，这支是什么？猜猜看，听诊器，通马桶，这是跟水有关的吗？这是冲浪吗？冲浪的脚绳，绑脚的哦，就客人不会飘走是不是？嗯，没错，就是不会离开你太远。所以你是教冲浪？哦，对，我是教冲浪，只教冲浪。对。那你之前有在打篮球吗？没有，之前是练柔道的。柔道，柔道，对。哇，等一下一定要表演一下。黑水跟柔道，那你的客人们都觉得你的外表非常的帅气？还好哎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要看一下你长得如何喽。好，三二一，请拿。哦。哎呦。单眼皮高。可是就很教练呢。看起来很专业，就是专业的不行啊！哎呦，你是不是有小孩啊？啊，我没有小孩。你没有小孩？我没有小孩，感觉好像是爸爸。什么问题啊？爸爸会带小孩去海边玩的人，慈祥感。对，有。你干嘛那么慈祥啊？对啊。你有没有刺青？我没有刺青。你看，他看起来很和蔼可亲啊，人很好。一定，你该不还不喝酒吧？我不喝酒。哇！哇！他很健康，好不好？爽吧。你可以摸那个浪墙吗？可以啊，浪壁。浪壁，真的假？你可以在那个卷那里面，然后这样摸。啊，好帅！出有时候会出不来啦，但是摸是摸得到的。就是摸到但出不来。就是摸。哎，重口音没了。怎么关门了？哎，我怎么在水里？融为一体。可是能够摸到那个已经很帅了，我觉得。如果常练习的话，其实都是有机会的。你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常被要 IG 或什么？哦，会啊，就是客人都会说，哎，教练你有没有 IG 啊，或者是你有没有脸书这样，然后跟我们要，想要看我们的生活这样。
你的生活跟你平常的上课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吗？我就差不多，我都发在海边的。你 IG 就是全部都是海的那些照片哦？对对对，就是一些运动的照片。会故意弄一些有肌肉线条的照片吗？不会啊，没什么线条。真的吗？你以前练柔道哎？看一下。就是后来就吃比较好。哎，你现在真的很可怕哎！而且你那什么态度啊？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兄弟啊，给他一个机会表现嘛。前面四个都脱了，我们希望看你那个裸上身打柔道了。好啦，来演看，演看，想看真的吗？哎，柔道是不是需要对手啊？哦，对，哦，那就麻烦 Ryan。对啊，对 Ryan 因为我们柳博士他是柔道。我又柔道了，我到底读什么？我到底怎么看戏？我永远不用柔道。你这个喜怒了，哇，柔道学了三四年了。我需要多一个柔道系。你要怎么对付他？我有蛮多招，像大家比较常听到应该是大外哥。大外哥，哎呦，这个就还有伸出去哎。好来来，他人生就是靠大外哥红的。你等一下需要讲解吗？可以稍微讲一下，教一下大家。好，那个傻不语，帮他拿麦。好，假设他要摸我胸部，好。好，来，好。那你摸我胸部，吸胸，然后我们就抓他这只手，他还没有摸到哎，已经摸了，你有点开心哎，我怎么，他有点开心哎，我大意了，做大了，好笑啊，很轻易的吗？什么教学？你们认真一点啦，好，我认真，认真，反正你这只手摸过来好了。抓住他这只手，然后另外一只手就上去抓他这边，其实就是可以狠一点，直接让他吃你的胸部嘛。还有他，第一招哺乳，直接下，我没听见，你在讲，因为我没听见嘛。好，我要抓，抓住他的手，然后呢？然后第二只手赶快就是可以直接靠他头之类的。对，然后出脚去，哦，绊他，绊他吗？劈他这边，哎呦，把他劈断，能卡，劈，哦，我觉得能卡，先抠他头，对，凶一点，直接，对，我觉得根本不用大外哥，你就抠他头就好了，不要讲，他何苦还要后面那一招啊？他直接抓头，他怎么碰不到你吧？但是这女生也有办法做这个吗？就是女生的话，就尖叫跑或尖叫会比较快一点。哦，没有办法。如果有男生要摸我胸部的话，通常是比较像是挑衅的时候，推你啊，就感觉要玩 gay 的时候，要玩 gay 直接攻击他。兄弟，我就抓住他手，然后 K 他头。对。可是万一他手很长呢？那你就赶快跑。尽力逃跑，对啊，第一种尽力逃。刚刚真的学了很多哈。逃跑。阿喜学会了吗？喜欢。应该是用中指这个指节打太阳穴吧。不用那么精准啊。对。看到就打。看到就直接打。OK， 好。阿姐，谢谢。谢谢。什么嘛？叫出来示范高头。哎，我忘了你是教什么的。哺乳。是教冲浪的。不是因为他刚才那段真的好浪漫，一拉住他，然后就过去，就是我都害羞了，那边真的好害羞，莫名其妙，好笑，哎呦！你们在海，就是海边会遇到很多人穿比基尼，还蛮多的，每天，对啊，一定的，是很好看，好看啊，你可以来一趟啊，来一趟就知道了。可是大家都很，可是那些女生都是水蛇腰哎，有些也没有啊，有些是自信的美，自信的美，有些自信的美，对，所以如果没有水蛇腰的话，你会教学不认真？不会啊，那是专业，还是要认真。不管什么腰，你都好好教。对，教学还有分，只是可能会赶快下课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好过分哦，没有，怎么可以这样污化？没有，还是要交往啦，真的啦，好过分哦，我会受伤了。但你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吗？我跟你讲，好险，我现在就是瘦了，因为我以前刚开始开那个餐酒馆的时候，然后我几乎每天都要去应酬。那你们知道，就是喝酒很容易
臀肌对，会很有肉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要穿比基尼，因为夏天嘛，然后想要拍些美照，可是那时候就是很多肉的时候，只能就是用 pose 去挡啊，或者是可能浴巾啊去挡。修图要修很久，不行耶，要提前准备。而且有时候修图还会对，还会修歪掉什么的，后面电线杆歪掉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就觉得很尴尬。你看我那时候的肚子，哇，那个不是你的肚子吗？真的是，然后完全没有腰线，但我现在就是。就是窄耶，现在因为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你腰真的好细。然后我后来就是因为我朋友有推荐我一个那个果冻，非常厉害，它是吃起来不会到太甜，因为其实我们女生还是要很甜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女生其实还是不太能吃甜食，但是你又可以吃到就是很像甜食的那种小确幸。然后我今天有带来推荐给大家，期待。就是这个蒲之洞，大家都手上都有吧，大家可以吃吃看，很香耶。对，然后它是通过 SGS 认证不含西药的一个果冻，然后它是多国专利的发酵技术萃取中的101种蔬果酵素，所以它里面呢真的有101种。因为像我们可能工作太忙什么的，我们餐都在外面吃嘛，那外食没有办法就是充足的补充到自己的那个蔬果啊，还有蔬菜。吃素的朋友也可以吃，真的没有问题。对，它完全不会到太甜，而且它的分子非常小，所以人体会比较好吸收。然后它又是那个蔬果里面的糖分降到最低，才2.5%，就是吃起来又很像有那种小点心的感觉，所以会有一点点饱足感，是不是？对，它会有一点点饱足感。然后再它是有12种的专利益生菌，然后它是用那个专利的冻精包埋技术，益生菌完全不被任何东西给阻挡之后，快速的直接到我们的那个消化道那边跟坏蛋打架，所以它可以调整我们的消化机能，然后我们的那个的形状就会比较好看一点。对，因为大家还是会配合一下那个怎么样算漂亮，就是调啊，要普通，对，要普通，不能普通是直接顺顺，然后就进入水面汤一样，很顺的进入水面。马上有画面，对，差不多你动就不对啊，就是有变色。那你超长的，你可以到它一路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一路进水，真的那个形状好的话，真的很重要。对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排便不顺，或者是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出来的话，就是吃这个会非常的有感觉。有。对，然后再来是我通常都是早上的时候空腹吃，然后或者是睡前的时候吃，因为这样我隔天起床之后，它就可以比较好顺畅，然后我心情也会比较好。然后它里面还有那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，所以你要搭配多喝一些水，它就可以让你更有饱足感，你就不会去吃一些垃圾食物啊，或者是一些就是炸物啊，什么甜食什么的。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方便，然后再很好携带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它是小小包，然后它是12岁以上的孩童跟家长啊，然后大家都可以吃，所以你就是一盒买回家，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。然后再来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就是它有售后服务。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不知道，像刚刚你这个还有售后服务，对，他会问说什么，哎，怎么吃吗？不知道，你就加入他们的那个通讯软体，对，然后会有一个专门的人来那个帮你解答这些问题，因为每个人的那个状况不一样，这样很方便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很安心，真的，对，很贴心。然后就是你可能，好像我可能明天要去绿岛，那我可能就是带个几包随身这样携带，是不是超方便？真的，它不是会让你突然想上厕所，而是在某个正确的时间上。对，而且那个形状是好的，好的，这是重点。我觉得这是重点。所以明天绿岛的朋友就可以知道看到林蛋的大便。等一下，早上而且这是一定很美，这个是女生觉得好吃之外，男生也觉得好吃吧？可以吧？对，而且长辈也觉得很好吃，因为有些长辈可能牙齿不太好，不太好吃啊。然后这个果冻就是软软 Q Q 的，对，而且它真的就是像小甜点一样，就放在包包里，想要吃的时候是不是？然后带着再喝水，所以你就是靠这个，然后现在身材变这样。对，然后还有运动。运动也很重要，是，对，就等于是加成的效果嘛。没错，公关呢，饮食加运动都非常的重要。不来应援一下，怎么说得过去？我跟你讲，我们来跳舞，就是大家一起跳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跳舞，而且你不是很会跳舞吗？对对对，还有你很会跳舞，就我们跳那个最近很流行的。你把场面搞得超混乱。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干嘛？你就干嘛？跟我做，跟我做哦！我现在应援大使哦。好，来，来。5、6、7、8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大大的种子，开大大的花，挖呀挖呀挖。
了。对啊，哎，这也算有氧吧？我好像有一点点喘。这个跳一个小时，你在上面什么都废话。这个跳一个小时，这样跳一个小时也太累了吧？对，花一个小时。可是对那个室友来说应该太简单了吧？不然你跳来的有点难，因为他连刚才那个就已经就是比那个累很多了。我想说就是那个想说先简单一点 ，OK， 简单的可以搭配这个东西，就会慢慢有好身材。没错没错 ，OK OK， 谢谢你的分享，谢谢。海边是非常好玩的地方，但是刚刚教练有说了很多的危险都还是会遇到，所以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教练跟你一起去，而且耳朵一定不要硬，就是教练说这个时候危险你就不要去做那件事情，真的不要逞凶斗狠哦。祝大家水上活动都安全，谢谢。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